FinTech Podcast 悠悠向前。こんにちは，大家好，いかがお過ごしでしょうか？欢迎大家收听云林最丰富的声音云云众生，我是云云众生主持人金井港，我来自日本。我最近很喜欢听广播，当然听那个中文的也会听啊，日文的也会听。然后这个应该是因为我做这个节目的关系，应该要练习那些主持人怎么进行节目，对，所以我常常听那些广播节目。然后呢，我们一天坐火车去东京，因为我在日本嘛。然后那个路上，我用耳机听我很喜欢的那个广播节目。对，那个是日本的节目。对，然后呢，那个节目的类型就是比较好笑、搞笑的那种节目啦。然后就是因为那个主持人讲话的真的很好笑，所以就我尽量不要笑出来。就戴口罩嘛，然后就听耳机，用耳机听他讲话，就很好笑，但是就、哦、不要笑，不要笑这样子。然后呢，就我发现，就我附近的人，就是坐火车嘛，附近的人感觉是有点笑笑的看着我，为什么一直看着我啊？对，就是我的耳机没有连到手机。我那时候学会了，应该要先确认器材有没有连到，不然被笑。对，那时候真的很害羞。大家如果之后坐火车要听什么东西、看什么东西的话，先确认一下耳机有没有连到手机。对，好，今天要请到的是云科大工业工程与管理系吴玉如同学，同学你好。好，嗨，你好，我是公管系大三的学生，然后我的兴趣可能就是看鬼书这样，然后目前比较忙于课业生活，比较少去碰到社团活动这样子。哦，所以你是在认真读书吗？哦，不对，我觉得我比较偏向喜欢，也不是说喜欢，但是我是那种课后喜欢复习的那种人，然后别人都觉得我有病这样子。没有没有，那个是正常的学生的样子。对啊，课堂上我觉得认真上课，会就是对你考试蛮加分的。对啊，当然啊，我那时候也是，就是一下课直接去图书馆到晚上十点的那种学生，所以我很懂你的那种心情。那你比我认真很多啦。因为我看不懂、啊、哦，对啊，所以要慢慢看课本。那我刚刚开头的时候讲那个耳机没有连到手机很害羞的那个经验，你有没有那种经验啊？我会害怕，就是我因为我不是就是买 我是 Apple 手机，但我不是买 AirPod 那一种，然后我是买一般的耳机，那我就很怕自己没有连上线，所以我每次会再三确认，所以我应该是不会发生像你那样的事情。对，就是很重要的就是那种先确认再用耳机。对，我学会了之后一定不会错过。就是会害怕播出一些不该播的声音这样子。没错没错，真的那时候超害羞的，大家看着我，那要看你播的是什么内容了。对对对。好，那今天就是第二位的公管人，第一位就是那个第一集的陈敏生老师。我上次已经了解了一些公管系该要学什么东西，所以今天问一下学生的角度来看的公管系怎么样。那先请问一下，你在这个公管系学会了什么东西呢？我觉得因为其实公管蛮那个注重效率这方面的，就是什么课都蛮注重效率。然后还有就是因为像陈敏生老师讲，我们是工厂的医生嘛，所以我们也要去对那什么工具或是机器的管理或是场地的规划，那蛮
特别是应该是我们是对商品的品质去做管理这样子，就是那你觉得因为永科大其实还蛮大的一个学校嘛，里面有那个斑马线啊、红绿灯啊，应该那些学校比较小吧？我们学校算很大吧？算跟台北比起来算很大。我还记得我当初来云林的时候，就是别人觉得，比如说北科大好，就是北科大还是台科大，反正他们的校园好像是你从开门校门口就可以看到出去的那个路口这样子，就是那么就这么小这样子，就是他们蛮羡慕云科大这样广大的腹地这样。然后小大一的时候，就是从宿舍骑车到骑脚踏车到那个学校管理学院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在拍那种偶像剧电影，然后绿树在旁边，哇，诗情，诗情的画面，很不错的一个环境哎，我大一的时候也住在宿舍，每天早上都还蛮舒服的啦，旁边都是绿色的树，对啊，对，养眼睛，养眼睛，对啊，很好了。那你觉得云科大的优点，就魅力的话，好的地方呢？我觉得就像刚才讲，它地很大，就是可以让我们很自由的去走来走去，不会就是局限在某个地方。就像我们除了校园以外，我们还会有那种操场可以让人家去运动。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学校资源算丰富，只是看就是每个学生有没有去发掘他那个丰富的地方。像是我原本就是不知道有那个跨领域学程这件事情，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跨领域学程。有，我也有用过啊。因为就是假设你不，就是你可能错过那个转系的时机，就你后来发现其实你不太适合，但是你可以透过跨领域学程，然后去修关于其他系，像是我自己有跨的是气管系，一些课程这样，就不是专攻气管，但是有跨气管系的课程，然后我修的是智慧商务学程这样子。所以这个资源如果大家有发现的话，一是可以就是为自己的选修不要就局限在自己本科的系，然后那个也可以往自己有兴趣的地方走，就不会局限了，然后就是看有没有发现。然后第三个是那个我觉得它活动算多元，就是学校有蛮多的社团啊或是系会可以去参加，就是别人可能会觉得很累啊，但是现在其实回想起来觉得不会后悔，因为其实那是也可以累积自己实力或人脉的时候这样子。差不多是三个啦。还蛮同意的，很同意。你有参加过社团吗？或系会之类的？有，有戏剧社。学校有这个社哦？对啊，有戏剧社啊。我自己都不知道。那之前有还蛮多的社团啦。对啊，学校蛮多社团的。你刚刚说有参加过那个，有修过那个气管系的课，什么课呢？我比较印象深刻有两个，然后一个是品质管，不是品质，品牌什么的忘记了，然后另一个是，对，那就那个讲话很大声，我记得老师的名称叫陈，可以讲出来吗？陈正穗吧，好像是，然后。然后另一个是那个科技与创新，也是气管系的课这样子。黄半宁老师的那个。对，还不错的老师。前主任，就前一任那个系主任啊。对，黄半宁。他现在也是吧？他现在不是？现在已经改成潘丽云老师。对。哇，科技与创新就是我们气管系的选，不是必修课，对。你说别系的必修课也很有勇气的。没有，就要回溯到，因为我认识是室友是气管系，然后刚好老师可以就是某些组别可以五个人，因为他们本来就有一个固定小组是四个人，然后就说我可以插进去你们吗？然后如果他们说不行，我就想说那我再看看有没有要收留我，不然我就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就是待在这门课，因为那个没有办法成立一个小组这样子。然后这门课也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跨领域学程的其中一门课程这样子。对。
就看自己有兴趣的地方，其实学校有蛮多学程的啦，就是看自己想要走哪个方面。嗯、对啊，那你大学生活中，因为现在是比较尊重那个学习方面嘛，嗯、那除了学习之外，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事情呢？学习课程以外，那可能就是系学会了呀，就是我大二最忙的。大二最忙的一个时间，因为之前就是有曾经担任过系会会长这样子，然后就会忙于在活动，然后当会长就是那个系会里面最上位那个人，就要就是去管理怎么筹备活动。我们最重要的是排程，就是你活动定在这个日期，那你需要花多久的时间去完成它的筹备，才不会太赶。因为其实我们系会曾经有太赶过，对，然后就后面就是检讨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把时间都定好，才不会造成那个我们来不及筹备这样子。你觉得超忙的、欸。哦，对，大二是很忙，但是就很充实。其实大三会怀念那种开会开到十二点之类的啊，对，云科常有那种状况啦，可能是因为云科大宿舍没有那个门禁嘛。嗯，对对对。可是后来大二大三也是住学校外面啦，所以也比较不会。对对对对，那个还蛮充实的，真的还蛮。快乐，很怀念呢。我也想回去那时候。是没，我觉得住宿其实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最想再回去做一件事情，就是跟室友一起打打闹闹啊，然后一起骑脚踏车去逛个夜市之类的，蛮有趣的。对，对啊，就那个是住宿舍的一个优点啦，每天可以跟朋友聊天。然后周末的话，就没回去自己家乡的话，可以跟朋友出去。就逛一下夜市街，真的还不错的一个回忆。嗯，真的。然后还可以叫他帮忙倒垃圾啊之类的。对对对。对啊，就我们搬出去之后，一定要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嗯，真的。那你有没有什么给学弟妹的建议什么的？因为我自己是就是像刚才讲是印象深刻的是系会嘛，所以我希望他们可以在大学生活中就最好是可以参加过一次活动，不管是系会啊，或是社团，或是球队也好，因为我觉得这个活动可以让你累积一些人脉啊，或者是一些处理事情的方法，都可以透过这些活动去学习到这样子。对，参加一些活动。真的很重要哎，就大学的时候才能参加那些活动，不然我们出社会之后比较没时间，应该是比较没时间啦。嗯，觉得忙于工作了。对呀、啊，就连要跟朋友出去，可能都很难敲时间这样子。哎，我有一个很好奇的，就是大二的时候你参加系学会嘛、嗯，那时候就是读书。方面是有一起同步进行吗？还是那时候比较尊重系学会，然后就课业就放弃吗？不可能，我是会同步进行的啊。那时候可能就会别人、哦，因为我们都会忙到十二点啊，别人可能就会说要不要去吃个宵夜啊之类的，嗯、然后我都会说不要不要不要，隔天有早八或早九的课，就是我不想要那个，只是在花时间、哦。可是我觉得这蛮可惜，是就没有办法透过吃宵夜去跟他们再跟进一下我们之间的情感啊之类的，哦、我觉得这也是有坏的地方啦。但我是不太想要让自己课业落下，所以我还是会尽量补足。所以我只有大二上的时候吧，让自己的班排落到十以后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哦，超聪明的，超聪明的学妹。我都是花时间在，别人都说我是苦读于读书，这样才能精进自己的成绩。没错，真的超厉害的，所以基本上。就是自己安排时间，或者是就坚持自己要读书这样的方式来，就同步进行课业跟系学会这样子吗？因为我自己是习惯用那个，我会分两本本子，然后一本是专门 for 学习去使用，就我会记录说当周老师有讲到一些事情要注意或是干嘛的。
然后我就把它记下来。然后另一个本子，那时候还在系会的时候是有很多小事要去繁忙，那我就会也是写在那本上面。然后再因为会很多事情你会觉得很烦躁，然后我会一条一条就是按部就班去把它解决掉，然后去看那个时间啊会不会太紧迫，紧迫就先处理掉啊，没有很紧迫就是慢慢来这样子。对对对，这方法感觉不错耶，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聪明学姐的方法。好，那谢谢给我们介绍云科大。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日文的礼物。今天的日文的礼物就是忙しい時ほどやりたいことに気づけるものだ。好，帮我念看看。好，忙しい時ほどやりたいことに気づけるものだ。呀，谢谢。这一句其实有点难，这句蛮难的，因为这一句日文就是忙碌中才会发现自己真的想要做的事情。有人说我很忙，有人说我没时间。大家觉得这两句的意思差不多吗？哎，你觉得呢？我很忙跟我没时间的意思是差不多还是不一样？我觉得应该不一样，因为你没时间，但是还是可以怎么讲？别人不是有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啊？不是有人说就是可以挤出来嘛？时间是可以挤出来的，就算你再忙，还是可以去挤出一些时间做你想做的事情，就是看你愿不愿意去规划这样子。对，就是这两句意思真的是不一样。我也是觉得，就是可能每个人喜欢讲我很忙的人也会有，喜欢讲我没时间的人也会有啦。哎，你个人是比较喜欢讲哪一句呢？啊，我觉得我会讲我没时间呢、欸。我有时候会，对啊，就是觉得讲我没时间，然后去。因为我之前不太喜欢交际啦，就是比较少去与人交际、然后也不是说不喜欢，是觉得想要放在其他事情上，然后都会顺口说一句、哦、我没时间之类的。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讲我没时间，对、就是以前我有说过那个时间管理很重要，就刚刚那个同学也有讲过时间管理真的很重要呢。然后呢，真的没时间的时候，我是觉得会想到一些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就没时间哇，真的没时间，但是我想做这个事情，就这时候想到的那个事情就是真正的想做的事情，就我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了，对，就是会面对自己很忙很忙没时间的时候会面对自己，然后面对自己的时候才会知道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没时间的时候一定要问，我真的喜欢做的事情是这个吗？现在真的需要做的是这个吗？这样子就问自己是个就是为了充实的人生中还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大家可以试试看让自己没时间再想一下自己真的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应该是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好，那今天的日文的礼物是这样子，对，你之后可以用看看这句日文。好，谢谢。好，那今天的芸芸众生差不多到这里。大家更想要了解芸科大的那个公管系的话，可以听看看芸芸众生第一集的公管系工厂的医生那一集，对，可以来看看芸科大网站，加上我个人的 YouTube Podcast 也在说明栏里面，有兴趣的话帮我订阅一下。今天的芸芸众生差不多到这里咯，今天的来宾是工业工程与管理系乌玉日同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线上见咯，拜拜拜拜，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